本土剧女神曾婉婷5号在脸书透露要准备出国，上传了一系列出发前的机场照。仔细看，她长发披肩，穿着一件深 V 小可爱，让粉丝眼睛大吃冰淇淋。短版上衣还露出一截纤细蛮腰，虽然身上套了牛仔外套，搭牛仔裤，戴墨镜，算是中性打扮，但性感指数一样破表，立刻吸引了粉丝注意。因为外形亮眼，曾婉婷出道没多久就爆红，现在更晋升成一线女演员。先前出席亚太影展走红毯，一袭蓝色低胸礼服大秀好身材，一样抢攻媒体版面。就连现在时间已经进入明显凉冷的秋天，她还是大方给福利，晒出一系列性感美照，圈粉无数。